李霞，李霞，哎，你醒了？啊，对不起。把粥喝了吧。啊，不喝。不想吃。 事儿被他们搅黄了，你说咱们在这儿还图什么呀？我别行了。你是知道的，我不会轻易回去的。大学毕业，第一个报名来西藏，奖状、报道、荣誉，可我呢？我这么长时间，我跟这儿干什么了？我。 林医生，你别这样说。我知道你最近吃了不少苦，可你这些苦不会白吃的，你同样会得到很多。哎，你看人家欧阳南，能不能别提他？就是他去县里打的小报告。欧阳南得到的是什么？是荣誉，是奖励。我得到的是什么？是委屈，是看不起。 怎么你们所有人都觉得他是对的，我是错的呢？那说不定他比我们吃的苦更多呢。那我吃的苦就少了吗？你为什么总向着他说话呢？我不是向着他说话，我就是觉得欧阳南他这种向上拼搏的精神是值得咱们俩学习的。你要是不想听的话，那就算了，我也不说了。 你心里头已经有了他了，随你怎么说吧。承认了是吧？我们叶生，要知识有知识，要学问有学问，有能力。你不是欣赏的欧阳南吗？ 你干嘛呀？你别管我！你不是嫌我吃不了苦吗？我告诉你，打今儿起，我受再多的苦，受再多的罪，我一个字儿都不会再向你说。林医生，你跟我赌什么气嘛？
啊，你要是一个人在山里遇到野兽该怎么办？装死或者跑呗。你要死死地盯住他，然后用尽全身气力大吼一声。然后呢？然后你会死得有尊严一些。行了，燕莎，事儿都已经过去了，你也想开点。有些误会啊，说开了就行了。啊，咱还是精力放在工作上。哎呀，我知道了，张哥，我不是一个小肚鸡肠的人。他欧阳南，我一定会超越过去。有目标是好的。再说了，那件事儿，你的出发点也是好的，你已经尽力了。挡住队，我不想待了。你来是马县长叫你来的，你要是不干，你也要跟他说一声。他让我来养护队，无非就是说磨砺磨砺我。这段时间我通过行动也都证明我自个儿了，我是一个能吃苦的人。我觉得我应该到一个更重要的岗位。这你就要跟马县长说了，跟我说没用，跟黄叔说也没用。我要真跟马县长说，那更没用。他现在对我有成见，在他心目当中，欧阳南才是榜样，是标杆。哎，你说我要是去找云丹书记会怎么样？这种事情你可别问我，赶紧走吧，马上下大了。哎呀，这地儿啊，说下就下，说停就停。一定要走主动路。是啊，我们的帮扶对象，一定要拿出具体可行的方案。我们乡里一直也在统计啊，尤其是五保户的申报问题，尽快的报到县里。一定。云丹书记，还有啊，我不想让。哎，云丹书记您好，我叫梅艳生，我是这次进藏的大学生。梅艳生，我们见过面了，你忘了？书记您记性真好。云丹书记，哎，燕生现在是在我们乡的强嘎村养护队工作锻炼。是是是是是。哎，燕生，哎，你找我有事儿？哎，书记，我是想请您再帮我调一个岗位。调岗位？因为我之前呢，我是在咱们乡的卫生院做后勤工作，后来实在是跟我的专业不对口，我就请马县长呢给我调了一次岗。你既然是学农业的，你来咱们西藏也好几个月了，那对咱们西藏的农业发展你有什么想法和看法？那我就跟书记汇报一下我的拙见。您说。咱们西藏呢耕地太少，而且农业生产的效果并不是很高，在种子的选择上应该选一些优质高产的种子来提高亩产。二一个呢，咱们这儿种的太单一了，只有小麦青稞，我们可以多发展一些大棚来种一些蔬菜和瓜果。三一个呢，是咱们的田间和耕地的管理实在是太低效了，所以就产生了施肥的问题、灌溉的问题、水土流失的问题以及坡地利用的问题等等等等。先生啊，哎，你既然想调动工作，那你个人的想法是什么？书记，我其实没有什么太多想法，哪怕从基层干起，再苦再累我都不怕，只要能做一些和我专业稍微对口一点的工作。那我考虑一下。哎，书记，您看这样行吗？能不能把燕生调到我们八谷乡农业办公室来工作？我们正需要他这样的人才呀。这倒是个好办法。书记，您同意了？同意了。哎呦，太好了！谢谢书记，谢谢乡长。您放心，我一定会好好工作，做出成绩来的。
哎，李翔，你好，我欧阳楠。我按你说的，把阿妈送到拉萨市人民医院了。那下一步，咱们怎么做？啊，你放心，我已经跟周院长都商量过了。哎，要不这样吧，明天我先去找你们，然后具体情况呢，咱们见面细聊。好嘞，明白了。那咱们明天见。好，再见。菜齐了，两位请慢用。好，谢谢。谢谢。你看，点的都是你爱吃的，全素，一丝肉都没有。嗨，我在医院食堂都吃习惯了，没觉得什么不好的。我怎么觉得咱俩这么客气？服务员，两瓶啤酒。哎，我不喝。啊，一瓶。其实呢，有个好消息想告诉你，县里面已经正式把我调入了八谷乡农业办公室工作。八谷乡农业办公室？嗯。哇，太好了，这样刚好和你的专业对口了。哎，你知道吗？你最近进步很快，说明你有很大的发展潜力。可是我做这一切，都是为了你。嗨，什么都是为了我呀？县里派你到乡政府工作，就是肯定了你前期的工作能力。而且这都是你自己辛辛苦苦一点一点努力换回来的。但是没有你的鼓励，没有爱情的激励，我不可能撑到现在的。不是白先生，你为什么非要把一件很伟大的事情总结得这么渺小呢？渺小吗？我觉得还是蛮伟大的呀。你说当初要不是你非要来西藏工作，让我陪你来的话，咱们现在北京可以享受更好的生活、更好的环境、更好的工作、更好的一切。等。你能不能不要总说你做的这一切努力都是为了我？你能不能不要让我承受这么沉重的思想压力？咱们朋友之间互相鼓励、互相关心，难道不是？咱们什么？咱们什么时候从恋人变成朋友了？是因为他吗？梅彦生，我今天坐在这儿，是在讨论我李霞和你梅彦生之间的事情。咱们能不能不要什么事情都把欧阳楠牵扯进来，好吗？我当然不希望咱们两个当中有一个第三者的介入，但是我从他的脖子上，我看到了你的围巾，好吗？只是那天天气太冷了，我就手把我的围巾借给了他，而且这条围巾又能说明什么呢？我傻吗？啊？你当我傻吗？自打雪崩之后你就变了。李霞，你知道吗？我每回想起雪崩时，一个男人在他最爱的女人面临生死的时候，不是我去救，我是让别人去救。真的，这就是命运在跟我开玩笑吗？你能知道我心里那种满满的挫败感吗？对，雪崩中欧阳楠是救了我，我对他只是感激，我们只是朋友，所以我希望你把这件事情忘了，好吗？没问题，我可以忘掉，我不再想，我听你说怎么着就怎么着。但是，咱俩呢？朋友？自从来到西藏以后，我发现咱们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所以你是想您的酒，请慢用。我不会放弃。
我永远不会放弃的。雨翔。哇，欧阳，刚看了安妈的检验报告，晶状体混浊，就咱们常说的白内障。白内障？对。白内障一般不是老人得的吗？阿妈得这个病的时候年龄还不大呢。嗯，怎么说呢？造成这个病情的因素有很多种，比如说阳光的照射呀，还有这个内分泌的紊乱，甚至是这个先天性。谢谢。都是造成病情的因素。那什么时候能手术？你放心，我找人都安排好了，应该马上就可以手术了。好。26号床的病人准备一下，该手术了。李翔还有欧阳干部都来了，啊，不要害怕啊，不要害怕啊，慢点吧。哎呦，好了啊，好了。没事。其实阿妈只需要换一副人工晶体。这个对现在的医疗科技来说并不复杂。是啊。哎，王医生，什么情况？怎么这么快就出来了？病人一直说害怕腰椎琢磨，就不让我们碰他，我们也没办法呀。啊，这就是琢磨。对，我就说嘛，要不让他跟你一起进去吧。我们这边没这个心力呀。那怎么办？王医生，这位阿妈的儿子是为救人而牺牲的，现在已经被追认为烈士了，能不能帮一下这位英雄的母亲，通融一下，好吗？对，通融一下吧。好吧，周末跟我一起去吧。谢谢，谢谢。庄妈过来陪你了，不要害怕啊！别害怕，没事啊，我们技术很好的啊，您相信我们。不怕啊。今天这个会啊，还是很成功的，大家都非常积极。哎，吴副乡长，吴副乡长您好。哎，燕生，你在这儿干嘛？等您呢。我听说您正在开咱们全乡的干部蹲点下乡动员会议。啊，是。我们朗嘎县的脱贫攻坚现在到了关键阶段，县里要求我们乡干部主动下乡，到各村去参与基层工作。你是不是有什么想法？我也想报名参加。哦，那你想去哪个村？强嘎村。强嘎。嗯，好，我批准了。谢谢乡长。哎，乡长，我觉得我要去强嘎村之后呢，阿妈怎么样？太好了，谢谢你。马上就好了，快了快了啊！好，哎，卓玛，抱我一下。好。阿妈。慢慢的睁开眼睛啊！我可以睁开了，可以了。
们了，能看得到我吗？舅妈，真的能看得到我，是妈妈了，真的看得到妈妈了，我看见了，你跟小时候一样，还那么好看。阿姆勒，不能掉眼泪啊，好不好？今天是很开心的事情，对不对？不要掉眼泪啊，阿姆勒。你说好了不要掉眼泪吗？不能哭啊，不能哭啊。阿姆勒，你看，这是李霞，这是欧阳干部。阿妈，阿妈，孩子，我是欧阳楠。好孩子，你跟我想的一样一样的。你真是阿妈的好孩子。阿妈，我是李霞。李医生，你真好看呐，简直跟格桑花一样美丽。阿妈，刚做完手术，不能流眼泪啊。太好看了，孩子。阿妈，这是李霞医生特地为您准备的墨镜，您戴上吧。来，是这样的。来，我来帮你戴啊。戴上。我刚才还能看见，怎么又黑了？您刚做完手术啊，眼睛不能见光，您仔细看还是能看见的，是不是？这是保护眼睛的啊，可以看见的。不能摘眼镜，您刚做完手术，眼睛不能见光，这个墨镜呀是保护你眼睛的。谢谢你们，谢谢，好孩子。看你高兴。阿妈，这可真大呀！阿妈，你看。我大郎公。我天哪！你拿下来。阿妈，不能摘眼镜，你见光不好，戴上戴上。不，就让我看一眼，看一眼，啊，看一眼。我终于看见了，让我好好看看啊！我终于看见了。阿妈，您往前再走走。哥，我今天我终于看见了，孩子，我看见了，多么神圣的地方啊！欧阳干部，你用这个给我拍照片，给阿妈照个相。来，阿妈，对对对，往前走点。阿妈，我带您过来。哎呀，看这儿，一、二、三。哪儿吗？阿妈，认不认识？我认识，我的强嘎孙，我回来了。阿妈慢点。嘎楞山，我回来了，多久没有看见过这个山了？阿妈了，不能哭啊。阿妈，谢谢你们呀，谢谢啊。阿妈，没事没事啊。我的拉斯，你治
不哭。今天是开心的事情，千万不要哭，好吗？裴干部，这村里安排的住宿你还满意不？满意，满意，太满意了。那好。哎呀，真没想到呀，这兜了几圈呀，最后呢，你还能到咱们枪嘎村。哎呀，老主任啊，乡里头啊，让每一个干部具体选一下下乡蹲点的村子，我毫不犹豫就选了咱们枪嘎村啊。您说我在这儿养过鹿，后山开过荒，还差点开了矿。我对咱们强嘎啊，那是真是有感情的。我要不选这儿，不为强嘎做贡献，我还能上哪儿去啊？梅干部，以后您也是村委会的干部了，工作上的事儿您多多指教。哎呦，可不敢，可不敢，格雷大哥，您说我怎么敢在老主任这样的老干部面前卖弄呢？我呢，基层工作经验实在是有限，以后还得多向二位学习。这梅干部啊，真是个实在人，太实在了。梅干部，你看我村里有点事儿，我先忙了啊。好，格雷啊，你看梅干部需要有什么帮助的，给搭把手。哎，不用不用不用。好嘞，主任。老主任，您先忙。哎，您先忙去。梅干部，要不您这会儿休息休息？哎，不用不用不用，格雷大哥，我是来工作的，工作只争朝夕，您带我上三八厂看看。哎，也行，那这边。哎，好。霞，你怎么大中午的跑强嘎来了？我给阿妈送药去了，顺道来看看你。啊，哎，你这干嘛呢？这么大的烟呀！哦，我正准备做饭呢。哟，这都12点多了，要不咱们出去吃吧？我做饭可慢了，我灭个火啊！哎，别别别，不用了，不是都准备上了吗？就在你这儿，随便吃点，我来做。好啊，正好尝尝你的手艺。好，东西给我。今天可算是解放了。来，请进。啊，对了，央布阿妈还好吧？啊，挺好，挺好。啊，那就好。这回啊，因为来的忙，调令的事呢，我会把催的们明天给送过来。您跟老主任说一声。哎，对了，欧阳南不平时都在糌粑厂吗？刚才怎么没见着他呀？欧阳干部有时候在糌粑厂，但要是糌粑厂不是很忙的时候，他也不能天天在这儿，毕竟他是村干部。哎，对了，他是不是还住在那边啊？啊，对，就在那儿。啊，那就好。这样，您看，要是方便的话呢，那个把我的那个宿舍呀，也安排在他附近，这样我们离得近，交流工作方便，好吗？你这事儿，我得跟老主任请示请示。行行行，哎，对了，格雷大哥，他知不知道我来强嘎驻村啊？这个欧阳干部应该不知道，他今天没有来村委会，我和老主任也是今天才知道。行，那您先忙，我呢在这附近转一转，熟悉熟悉环境，好吧？哟哟哟，那梅干部您先忙，哎啊，有什么事儿您叫我。好好。这杯酥油茶我敬你，
感谢你为阿妈治好了眼睛。应该的，我也祝你们糌粑厂生意越来越兴隆。谢谢。哎，借你吉言啊，我们糌粑厂生意啊真挺好的。太好了。你们医院呢，忙吗？我们医院呢最近病人挺多的，有点忙。那你要多休息啊。嗯。哎，吃菜吧，尝尝你的手艺。味道怎么样？嗯，真挺好吃的。好吃就多吃点。好呀、哎。哎，梅远生最近为了你，调到八虎乡政府去了，干不干的？连你也这么认为啊？我其实最怕听到这句话了。我身边的人都说啊，梅远生做这件事也是为了我，做那件事也是为了我，听得我都无奈了。你别这么想吧，换个角度想，他做的这一切，都是为了在你面前证明他的能力。可是我跟他说过，他不需要向我证明什么呀。我反而希望他能踏踏实实的干出点成绩来，证明给他自己看。可他就不听我。我觉得梅远生啊，对你是真诚的，是发自内心的。你应该站在他的角度，多替他考虑考虑。欧阳楠，其实进藏之前呢，我一切感觉都挺好的，可就是到了西藏之后，唉，我总是莫名其妙的感到孤独，而有些话，我也不知道该跟谁说。丽霞，你我梅远生，我们三个人是一起进藏的，经历过那么多事儿，我们也算是好朋友了，有什么想不通的？如果你相信我的话，可以和我说。其实，当时怀揣着梦想，踏上西藏这片热土的时候，我心里是憋着一股劲儿的。我就是想证明给我的家人和我的朋友看，我的选择是正确的。但是后来，我们遇到了那场雪崩，才让我深刻的意识到，在大自然面前，我们是多么的渺小。我特别感谢你在雪崩中救了我，这种感谢我不掺杂任何其他的情感，因为我知道在那个时候，你我连普通朋友都算不上，而你那无惧死亡的选择救我，让我重新定义了人性的伟大。我没你说的那么伟大，只是在那个时候啊，我下意识的做的一个决定而已。不用感谢我。哎，你知道吗？工作中你时常散发出一种魅力，怎么说呢？说拼搏也好，说执着也罢，反正我觉得这就是一个男人应该有的样子。李霞，你太过奖了，我没你说的那么好。你就是我和梅彦生应该学习的榜样啊！可不敢当，还榜样呢。其实梅彦生干的也很好，只是我觉得他吧，有时候会因为你啊，迷失他自己。说到梅彦生呢，我并不否定他跟我的情感。其实梅彦生对我和我的家人很好的，给过我很多的帮助。只是到社会上以后，接触的人多了，我慢慢发现，我们之间有一定的差距。也许这就是大家说的，现实和理想之间的差距吧。但是，我不希望我的后半辈子，在这个差距中度过。感情这事儿吧，我也不太懂，但我知道感情是微妙的。不是有歌词这么说吗？这就是爱，说也说不清楚。人生是自己的，决定也要自己做。不过，该珍惜的还是要珍惜啊。哎，再不吃菜都凉了，快。
吃之前呢，再敬你一杯。不管怎么样，祝你都越来越好啊！谢谢，你也一样。行啊，啊！你们两个够有闲情逸致的。梅先生来了，上来啊！我上去干嘛呀？啊！我上去怕坏了你们俩的好事儿。你说什么？我还说什么？你们在这推杯换盏的，谈笑风生的，我还要说什么？梅彦生，怎么了？我说错了是吗？还是你心疼了？你为了他跟我喊是吗？我再跟你说一遍，我对欧阳楠只是敬佩，只是感激。你还要感激他到什么程度？别胡说八道！怎么了？梅彦生，我们三个人是朋友，别这么说行吗？你不配提朋友。朋友，李霞，你现在是不是觉得什么都比我好，哪儿都比我强是吧？好，我告诉你，我会让你亲眼看到我梅彦生怎么正大光明的一点一点的证明我比他强很多。真是对不起，又让梅彦生误会了。哎，怎么样？我听说你跟梅彦生闹矛盾了。啊，梅彦生确实对我有些误会，没什么大事。哦。哎，那个李霞对你什么态度啊？嗨，人家李霞对我什么想法也没有，要说有，那也只是在雪崩的时候我救过她，她对我怀有感激之情，就仅此而已。哦，你们年轻人这感情的事儿我也弄不大懂了，但是我觉得李霞跟梅彦生啊，他们不是一路人，也难成。不过梅彦生确实是很在乎李霞，他对我产生这样的误会，我能理解，您放心，有机会的话我一定跟他说清楚。行，这我就放心了。欧阳啊，咱们聊一聊铁矿善后的事吧。啊，今天这会啊开得很好，解决了不少问题。记住，咱们的党员干部呀，一定要起这个模范带头作用啊。老华，你还有啥说的？没有没有，谢了啊。啊，这次散会吧。对呀、啊。你抽空呀、啊，把村里的危房检查一下。阿桑，哎，你到村里卢保户家看一看。好。哦。张楠，什么事儿？几回了？有劲吗？怎么别人女朋友就那么好呢？嗯，梅先生，我最后一次跟你说这件事，我跟李霞之间什么事儿也没有，至于你们之间发生了什么，那是你们的事儿，我一点都没掺和。你以后别再拿这个事来烦我。阿妈，啊，欧阳来了，打碎茶呢。啊，我帮您吧。不用，歇会儿。最近怎么没有见到李医生啊？啊，要不然你到村委会去给他打个电话，叫他到家里来取一点酥油。阿妈，李医生啊，最近特别忙，他没时间过来。啊，那你就给他送去。人家李医生治好了我的眼睛，我还没好好谢谢人家呢。是，要不还是过段时间再说吧。怎么了？嗨，有些事儿啊一时半会儿说不清，等以后慢慢跟你说。好吧，
不过欧阳，阿妈有个想法。嗯。